行政長官梁振英繼續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訪問行程，他上午參觀西斯塔科學城，了解他們推動資訊和通訊科技發展的工作，並在科學城的紀念牆簽名留念。梁振英之後和斯德哥爾摩市長斯滕努丁會面，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。他又在市長陪同下參觀斯德哥爾摩市政廳。梁振英下午參觀了斯德哥爾摩皇家海港，了解這項城市建設項目的概念和發展。在晚上，他出席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舉辦的圓桌晚宴，和當地的工程界交流。